Hey, what's up, guys? 咁咧，其實一到又睇開我哋嘅 channel 嘅人咧，都知道咧呢一個 channel 係唔止得我一個人噶，仲有我嘅最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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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姊妹就係 Jade 啦。咁咧，今日就係4月18日啦，就係佢嘅 birthday 啦。眨下眼咧，我就識咗 Jade 6年啦。其實我哋 close 咧，就真係唔係 close 足6年嘅，但係我哋都有一段時間係真係最好最好嘅朋友，而且我愛佢咧係仲好似我嘅親人一樣。所以咧，我今次想 post 呢個 video 上嚟啦，就想同大家，即係其實咧，我係想俾呢個 video J 睇嘅，但同時間咧，我係想 share 上嚟 YouTube 咧，令到更多嘅人咧見到我對佢嘅愛。我真的很爱他的。我前面那些呢精神有问题在录片的人，但不过我们加点趣味性的 video 是不是先，是其实他今年的生日我就想特别一点，我就想 edit 了一个短片上来，就可以讲一下我和 J 之间的相啊，我们之间的故事啊，这样才俾 J 睇啦，同埋俾你哋睇，同埋咧，我好希望 post 呢個 video 嘅時候咧，你哋可以喺樓下嗰度 drop 個 comment， 同 J 講句生日快樂。J， 我記得你同我講過，你覺得我係你嘅小天使，你唱嗰個歌，小天使話好似我咧入邊嗰個人，但係其實我覺得你都係我個小天使，你都成日都守護住我。希望無論將來發生任何的事，我們都會是一世的好姊妹。你不會嫌棄我，我真的很多謝你。你在我身邊都支持了我這麼久了，你都是我的小天使的 J。所以，我們眨個眼呢，我們就認識了6年了。我每一天都很感謝主啊，令到你可以在我身邊啊。而且其實我真的很有盡我的努力啦，去做一個最好的朋友。即我想我對你的愛在有時候是比我自己更加多，即我愛你還多過愛我自己有時。而且我有很多時候我都想將你放在我的前面，我很努力。即我知道有很多時候我自己很 insecure 或者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呢，我都會 shut down， 跟住，但係你係唯一一個會喺嗰啲時候都一直會支持我啊，仲喺我身邊啊，夾硬逼我 open up 嘅，係咯，我好感激有你喺我身邊，而且我想俾你知道我真係好愛你啊。咁而家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就认识了6年多一点了。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了，尤其是当是你大家一起过。虽然我现在去了英国读书，但是在我心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经常都一起，因为我们 WeChat 根本是每一分每一秒我们根本就在聊着电话，整件事好像没有离开过，每一刻都一起这样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同你嘅关系真係好玄妙，即係我到而家呢刻我都仲係觉得我唔係好明点解我哋会做咗 besties， 啦我哋好似係一个喺火星嚟啦，一个喺木星嚟啦，两个係地球宇宙大爆发嘅时候都唔应该会喺埋一起嘅人竟然做咗 best friends。我想当日由我哋整呢一个嘅 friendship tattoo 嗰一刻开始呢，你就焗住我呢一世呢都要做你嘅 Lord I Soul， Lord I Soul。
其实我不是做他的老底手，只不过如果即使他想呢我都甘愿做的，但当然就不是啦。但只不过在那一刻开始，我觉得真的 mark 低了其实我们的 relationship 是真的会一生一世的。我觉得你是我的小天使之余，你还是我一个小老师啦，即是这样讲好像很老土这样。但是一切一切呢都是真话来的。Jade Lam， 我爱你一世，希望你比我爱你一世，同埋希望你会继续接受我一世，希望你都不会离开我，希望你都想要我一世。原谅我在很 limited 的时间去制作这个 video， 但希望你可以接受到我的心机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! Happy birthday! Happy birthday to you!我祝你一年比一年靓，一年比一年幸福，一年比一年快乐。一年一年咁样俾我继续爱，我会一生一世守护喺你身边，同你过多好多个好多个好多个生日。唔好抌咗我啊！俾我留喺你身边一世啦！我爱你啊，林晓翠。